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看 WC 2016世界电子竞技大赛职业预选赛第一赛季的星之马尔比赛。那么接下来第二场比赛将为您带来的是由坦基对战西瓜的比赛。好，爱工为 WC 2016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及 WC 电竞馆赛事指定用机，爱工为荣耀而战。奥峰 WCA 2016唯一指定电竞椅，八彩呼吸灯，四 D 扶手，内置蓝牙音箱，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制胜之道，掌指之间，狼派电竞装备 ，WCA 2016唯一指定外设键鼠品牌。极客、极致、极酷，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带你来一场身临其境的战斗，挑战千万奖金，尽享倒塔魅力。英魂之刃3000万玩家共同选择。微端精品三秒下载，热血赛季，英魂喊你站一起。好，那在这里也要感谢龙珠、乐视体育、虎牙、触手 TV、 斗鱼 TV、 搜狐体育、火猫 TV、 环球互娱、爱奇艺、17173直播、腾讯视频、小米、战旗、华数、 PPTV、 搜狐游戏、乐视游戏、优酷土豆、微鲸电视、玩家赛事、 KK 直播、新浪看游戏、全民 TV、 网易 CC、 CIBN 手机电视的大力支持。好，那么接下来第二场的比赛啊，那么碳基和西瓜，这两个人呢也算是老对手了，因为碳基只要战胜过西瓜，对，他一定能拿亚军。原来是这个原因。对，因为冠军是解释啊。这两个人，那他如果碳基如果输给了西瓜，那西瓜一定是冠军哦。还有这一说，这个是有渊源的 啊！我是不推荐大家信风水，对，但是这个风水是本大仙说的，这个、那就可以了，是吧？啊、你可以，你们可以不信别人，但是一定要信我们。对对对对 对。好，看一下出生点位，地图是中心协议，在右下角红色的虫族是来自 IG 的西瓜，是的，王磊。啊，在左上角蓝色的神族是我们的碳基，我今天有点想起这两个人合体的事情啊。碳基啊，也是效力于 B Hut 战队啊。对 ，B Hut 的双子 gay 星，对，双子星啊，对，和解释一起。这两个人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交融。是，就别人打比赛呢，都是这个孤身奋战。对。然后他们呢是有合体的能力，他们合体可是战胜了 Snoot 和 Scarlett 的组合，太强了，就无敌，就没有人能压制这两个人的合体。就国内的执政官比赛，他俩只要上了，这个比赛就没有悬念了。是，同心协力，是，这宛如一家。所以为什么要让 Snoot 和 Scarlett 来打执政官，来挑战这个碳基跟解释呢？就是让他们知道。原来他们中国的这一队要比国外这一队还要牛，对。然后同时呢，也要让这个暴雪看看，2v2 或2v2的执政官已经不足以这个限制我大天朝的发展了啊。今后3v3、4v4、5v5才是未来的主流啊。那就得碳基和解释有这个爱情的结晶才行啊。啊，这样啊，好，那点这边碳基已经点一下了二矿，是双方都点一下二矿，哎，水晶位置大家注意一下，这边是可以看这里有没有投狗意向，是因为之前这个解释在第一比赛第一个星之马的直播日当中啊，他是输给了那个 IA， 当时就是被 IA 投狗了啊，最近投狗很火，主要是横向点位当时，但是这场比赛由于是对点，你看的西瓜过来一看，哎，充满了绝望。我准备好的这个战术用不出来了。是啊，我只能哎，怎么还两都没采切啊？有想法。不过原点你可以升房子移动速度啊，这也是吓人的招数啊。有道理。哎，我们看一下，第一时间是点下了 VC 科技，看会不会选择优先攻速使徒走一走。是。因为攻速使徒虽然削减了一点对轻甲的伤害嘛。但打虫族没关系，对，这跟虫族没有任何的关系。这虫族反正该两下死的，就绝对不会活过第三下。好，追猎过来救了。你看，这是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碳基在保护碳基方面，那绝对是非常的优秀，十分的一流。碳基和碳基是不一样的，它的碳基是机械成群的机。对。还是有很大蓝色妖姬的姬，对，
好，妈妈船往外走一走，控控图，然后自己家里面是第一时间升级共鸣之刃。你看，深的科技都是那么的和谐。嗯，其实设计成这个图标啊，就是为什么攻速会加强？嗯，因为说白了就是让使徒去上了一节数学课啊，然后在抛物线方面进行了一定攻击的抛物线上面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啊，从而让这个。对吧，抛物线变得很平滑，能够更快速的落地，从而能够提高攻击速度。你这个解释的很科技啊。是这样的呀。像我来解释吧，肯定这个就是一堂夫妻将来正常和谐过生活的一堂课。共鸣之刃啊，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你这么说也很有道理啊。那西瓜这边还是纪律性的蟑螂中巢啊，直接二本。对，直接二本。这个蟑螂中巢呢也是保底，因为万一对手要是爆使徒呢，对吧？对。然后由于是对点，这房子也不敢进去啊，这一片黑，两眼都看不见了。这两个房子呢，等那个凤凰出来杀自己，一种等死的一个风范。嗯。哎，有没有看到啊？看到出门了，看到可以抱一个蟑螂了。嗯。少抱蟑螂，多抱狗，不能用纯蟑螂来防这一波。嗯。会被换惨。你看这六个，对吧？使徒是神族唯一的女性单位，然后呢？还有先知。啊，先知，不是机械单位吗？先知里面有人操纵啊。他们不是靠意念吗？好，先看一下，看到蟑螂那不敢上了。嗯。这边也是稍微骚一骚，这攻速使徒升完之后，这没有打到任何东西啊。对。显然是不快乐的，不幸福的，所以他一定会打一个东西的。啊。脸疼不疼？不疼，那也是根本没有打到要害。主要是皮太厚，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道理在这儿。好啊，小狗也是过来去反抓一下对手的三开。嗯，一看对手没有三开，难道说此处必有蹊跷？对吧？嗯，一看你没三开，难道你把三开的钱补兵营了？眼虫赶紧进来，赶紧进来看一圈，看到一个 BF 在转，其实心里面安全很多，觉得有可能是不会打了。嗯，再过来一看，嗯，哎，有亚科技，主要是没看到大量兵营，是，这也没看到什么兵啊，关键是哨兵和不朽，你看都跑了，嗯，对吧？使徒都跑了，你还是没发现具体的部队数量。这两个人的话都是说按照自己的战术在运作，因为西瓜是靠暴兵来防住这波使徒的，是，西瓜的兵很多，如果他持续的暴兵的话。碳基的这个三矿将开不出去，是，所以碳基等了一个不朽，等到两不朽的时候再出来开矿是很稳妥的。是，但是现在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首先西瓜的经济不够好，因为它毕竟是保兵来防，就是对手使用了攻速使徒，别管升没升攻速，六个使徒过来，你怎么都要爆点兵，那怎么都要影响一点经济。然后呢，所以你看啊，现在农民数量还没有补满，嗯，然后呢，他又是选择了走龙塔科技。龙塔这个东西啊，是很讨厌，就是你如果要是选择造了，你有出飞龙的倾向，那么你一定要存钱，因为只有当你存钱的时候，你飞龙才够，对，才能牵制得住局势。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西瓜出了一个巨大的失误，你看他又造了四个房子，对吧？他刚刚已经160多人口，他摁了四个房子，说明他之前摁过房子，但是他忘了，有点紧张。他看到碳基这么冲动的要冲过来干他，他表示有点虚。然后侧面的小狗过来，看一下打包夹，包的很漂亮，包的完美，我躲掉了。但问题是狗没有造成任何的击杀，只是吸了一点火力，就冰叉太多了。是在跳，你看西瓜这波房子是不是把自己补死了？补到194的人口上限。嗯，再加上他本来就是走这个飞龙的。对，你走飞龙本来就要存钱，但是你看现在你经济是好了，你本来出飞龙的，你现在确实有一波出飞龙的钱，但是你又要防地面，你现在没有这个重卵，这波被打得好伤啊。不过防住的话虫族还好，因为虫族防住的话起码你这辈子房子都不用再补了。嗯，然后呢有时间出飞龙了，但是他得等一波重卵，他得等重卵。嗯，然后这波飞龙出来的话主要是能牵扯能拖住是最重要的。是，而且虫族这个四矿没有是个大问题，他在打这波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四基地的。是，现在想要爆兵的话就会发现神族的爆兵能力也很强。对，
但是现在呢，对于神族来讲呢，确实你让虫族出了飞龙了，而且你没有侦查到。当然，可能能通过这个部队的一个数量判断，因为对手也是爆了很多的狗嘛，其实寒气部队并不多，能判断到对手出飞龙。所以呢，它其实是有闪烁的，有闪烁科技的话还好。对，就起码我在科技这个环节当中不落后。对，你像很多时候啊，就像之前重军之心为什么会被迫的去选择利用这个双击场来去防飞龙啊，就是因为我科技落后，我没闪烁，我追不上，我只能靠凤凰。对，但是现在眼前追得上的话，再加上他的部队又在野外去打野战，那这种战术核心呢，就和这个人族有点相似了。嗯，有猫阿川配合回城，我这波兵压在外面，我点你两三条飞龙回城，那你的飞龙一下子没有威胁了。是，但是这次进攻路线上面选择的好像是要点掉对手的四矿 ，but 只能回城了。没错，第一时间被对手的兵直接是呼到脸上了，嗯，打掉了不少的部队。而侧面，看一下侧面这边是飞龙已经是绕过来了。现在碳基其实这一次出门没有去起到很好的效果的话有点难办，他现在只有单 VR 出不朽者是不够的，主要是被拖住了。被拖住之后西瓜一看啊，你这边对吧，这一下你的节奏一失去了，也就是说我外面的地面部队可以站得住，你也不敢出来了，那我接下来可以再续一波飞龙，可以保持对你的侧面做牵制。这主矿空了，这总会有拉空的位置的，因为对你把所有的全部防住了你就亏了。是啊，你要放多少追猎才行。看一下正面，他你这边反应很快，第一时间也是炮台交，但是哨兵全中火了，还好火砸的不朽身上还可以。这进入西瓜的节奏了。是啊，西瓜就喜欢这种局面啊。西瓜的强大就是小规模作战很厉害。是，侧面飞龙，其实这个时候飞龙还是要找机会的，因为飞龙在找机会同时它还是一个侦察的手段。现在地面追猎数量被严重的限制了，而碳基就被迫的去选择双击掌凤凰，因为他现在空军就是说对空方面已经不足了，被飞龙第一时间牵扯到东西了。对，然后地面的话呢，飞龙凤凰一旦能够解决掉飞龙，它是可以作用于地面的，所以还好。对，也算半个或者说三分之一个地面兵。现在西瓜已经达到170多人口，而且全是火蟑螂，这波部队的质量很高。没错，这个接下来这波火十多个火往你脸上丢，你要死不少的单位。主要是这些部队的话，两个轻甲加一个武甲，对于神族目前这个部队的话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攻击加成啊，再往里切，那一旦要是进入到操作这个凤凰下面要动起来了，看一下这边不是关键啊，正面要开始冲起来了，正面这个矿可能要掉，拉空了，拉空了，这确实很危险啊。他是直接过来去咬农民了，咬农民也好，咬农民的话实打实的战损，他是用火来封你的走位，然后开始吃你的农民，27个农民的损失、哎、但是这边使徒卡的不错，这个27个是主矿这边洗到了。对，而碳基这边没办法，他被迫的要去操作自己的凤凰去应对对手飞龙，因为自己的凤凰往前跳，这波火躲得漂亮，这一波吃火蟑螂吃的不错，我觉得这家里没法要了，家里没法要了，有凤凰可以，但是就赶紧正面先顶，赶紧正面先顶，对，一定不能让火蟑螂活下来，就哎呦，这种情况你就凤凰直接一 A 地板就别管了，对，也别造了，这边操作起来啊，这个是有两攻的追猎，打小狗很快的，能不能再跳一跳？打小狗非常快，是，而且还有一点，这波压制回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棱镜，如果没有棱镜，这波只能回家，那就尴尬了。确实没有棱镜，棱镜在啊啊，在这儿呢，在家里呢，那这样那只能把这个黄金矿压制一下，那这样这个40个农民打68个农民，这有点难打。确实有点难办，对，所以他现在只能指望就是西瓜再送一波，因为西瓜毕竟没有三本，也没有这个勒克塔，这个条件有点夸张，那你没办法呀，对吧？你这一波已经非常好的正面躲掉火，去解决掉对手大量火蟑螂的部队，你已经在战损上面拉回来一步了，嗯，对啊。这现在如果那个碳基这边是多 VR 再出不朽。然后说现在已经有5个不朽了啊、那这个部队质量还是够的。是，但现在他只有2个不朽者，不朽者这个单位在打虫族的时候简直就是爸爸。嗯，追猎只能算是个，普通大哥。嗯，看一下，这个地形对于神族来讲还不错。对，可以闪。而且碳基还真挺喜欢把猫阿船带出来去协助回城的，立场封的不错、嗯。西瓜这边必须要先砸火砸这个呀。哎呀 ，OB 掉了，基地掉了。接掉回城，回城，回城，回的漂亮点，那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可以，可以，但是不朽者还是少了呀，只有3个不朽啊。侧面这边杀了一点农民，这不朽者是一个能强吃火的一个单位，是在防守战的时候要比追猎强很多。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主矿的钱快不多了，嗯，要开四矿，闪电文库没有什么好的点位开四矿，其实也只能往下开，对，因为四矿往下开的话，你就等于守这个位置了嘛，嗯，还是大量火战狼，我觉得西瓜有点莽上头了。西瓜其实这样打的话有风险，虽然现在场面占优，确实能够一波把人家很好的应该是能莽得死，他肯定判断是能莽得死的，是啊，而且对方只有四个不朽，就很轻松就全砸光了。刺蛇火蟑螂这个部队的寒气量高的可怕，对，而只要刺蛇多，而神族是没有 AOE 的，这波应该是莽死了，没救了。阵型上面对虫族比较不错，靠炮台拖点时间，对，这但是炮台已经没有了，一万个火蟑螂加刺蛇，这部队这波神族部队要顺倒，神族往后忍一忍。哎呀，关键是好几轮的火，现在火已经不多了，对，一轮一轮的丢，这你根本就上不来啊。前排也没有很好的肉盾，对，而且虫族是有经济跟你打的，他不是说跟你说是亡命的一波，我是有后续的，我这波还能把你的兵全部换完，那我就基本上是赢了。分了一个170度，哦，不值一个包夹，这个包夹的话还不错，后面小狗吸引了不少不朽的火力，正面顶，但是前排肉盾倒光，现在刺蛇加火蟑螂，砍一下这个地形，如果不能往兵去顶 了，哇，又是中雷波火。神族看一下，部队全倒了，哎，白球掉了，白球掉了，肉盾不太够，肉盾不太够了，白球掉了，啊，还是倒了。GG。啊，有点可惜，是，这个碳基真的尽力了，在劣势局很多时候的处理啊，包括团战啊，这个操作优先级上面都做得非常的好。对，但无奈啊，这个前面这个就是前两波进攻没有顶下来，然后让西瓜的飞龙站住场了。对，这个场一站住之后，他要再想把主动权抢回来，毕竟就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是的，嗯，让虫族把科技优势给抢到了，经常可以看到虫族的科技往往是一个劣势的。当你有飞龙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双 VS 在那边等好了，是，或者说我有双 VR 的一个超强的地面，嗯，而这次碳基在这个对抗西瓜的时候，对方已经出到飞龙了，而自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 VS， 是 VR 也只有一个，这样自己部队地面又不够强，嗯，又没有非常强的制空能力，这样就被虫族把局面拖住了。到最后是多线打掉了27个农民之后，嗯，进入了一个虫族经济的无限强势期，是转出了一波火蟑螂加刺蛇加小狗的一个高科技部队，这个时候神族又是经济落后，部队又没有任何的优势，就被活活的顶死了。是啊。第二张图选择的是暮色之塔，一张非常公平的地图。是。这张地图是从虚空之一开始就陪伴大家到现在了。是啊。可以说是在比赛里面最常规地图。这张地图确实好。我觉得这张地图的设计的人啊，嗯，他应该这个跟我们是一个 level， 对吧？啊，这么 low 啊？啊这样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个位玩家，嗯，就设计这个图的人，嗯，肯定是用心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说三五天一两个星期就轻易设计出来的，对，他绝对是经过了大量的计算。对，嗯。好，先看一下出生点位，我们再来吹这张地图。在上方红色的虫族是来自 IG 战队的西瓜。是的。好，那地图下方。下方是来自 BHART 的双 G 之一。嗯。碳基。对。Gentle Probe。对。绅士碳基。嗯。造出来的东西什么水晶啊之类的，它有一个新的外形。啊。这张地图就是，首先它是一个内双图，对，让大家有很多运营的空间，是，它在中间有一个比较狭小的路口，嗯，又让大家进一步有运营的理由，是，而且三矿开出去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口，对，那这个开口呢在三矿的争夺战中也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是，你可以选择进攻也可以选择防守，刚刚好，就不会说通过三矿给你卡个路口，从而就严重的阻碍了进攻方，对，所以这是一张选择进攻和选择防守都很有理由的地图，这种地图就是好图。是，因为之前暴雪也说了嘛，说我们这个天梯地图的选择呀，嗯，完全是来自于这个玩家啊，玩家们呢会通过这个射击大赛，然后有诸多的观众玩家，然后进行投票评审，嗯，然后冠亚季军呢都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天梯行列的，嗯。后来呢就出现了什么火速终点
这样的地图。对啊，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些玩家，当然是不甘寂寞的玩家，对，他们为了用自己的言论来给予还击，他们说了这样的话，嗯，设计地图的人，他们一定是白银组的或者是黄金组的，绝对不能上白金，因为真正白金以上的人，他们每天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练习了，怎么可能设计地图？哦，原来是这样的。这的确在设计地图的时候啊，职业选手更加有发言权，嗯，因为他们就会涉及到很多战术的具体 timing。是，但是玩家的这个思路是很多的，嗯，没有大量玩家去设计，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对，这个比赛这个地图就会比较枯燥乏味。是，所以说还是大家一起来做，然后让职业选手去评判，会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嗯，主要是职业选手他也要去测试过。对，嗯，好，那么西瓜开局上面选择了一个直接三基地啊，直接三基地最经济化的运营，嗯，然后碳基这边是裸双之后的两兵营，然后两兵营接两使徒。我们看一下房子的位置的控制，其实房子啥都没看见，是他想从这个位置啊往里绕，然后从这儿差不多往上切，因为这张地图一般科技建筑都会在这个位置。对，他是想，西瓜是想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房子呢飞到这边，然后呢差不多一会儿往下飞，飞到这里你就能大概看到三矿造不造了。啊，好，现在西瓜出了六条狗，这六条狗往前一压制呢是防止你使徒很早出门，主要是因为他这个是裸三，而且他不知道对手是裸双的，如果他要知道对手是裸双的话呢，嗯，就没这么多事了，因为他要知道对手是裸双的话呢，他可以先补一波农民然后再造狗，嗯，就刚好差不多狗出来的时候使徒差不多到这儿啊，差不多到这儿，然后使徒分身进去，就分身也就侦查一下。哇，这个分身不太敢往里走了，得等一轮 CD。对，我去看一下，等一轮 CD， 然后 CD 好了，咻，好，解释探机双双进去了，真敢进吗？啊，绕了一圈不敢进，是，哎呀，不敢进就死了呀，不过进去也死了，狗速好了，弯弯没想到，啦啦啦啦啦，这个这两个。有点尴尬，就直接倒在前面了，这一倒在前面的话双双家里面还是有点小虚的，是因为你不知道对手后面是不是爆狗爆蟑螂什么的，因为这张地图一本爆不要太多 啊使徒先知出去了，先知来了，没什么大问题吧，这边没有防空，这哎，西瓜这边倒是把女王往这边拖了，二矿拖过来，行行行，对，第一时间先两个女王来应对一下，这防的太完美了，但是你得上去点他呀，这两个女王还是要点一会儿呢，正面是加了个炮台，狗是往回撤，嗯，哎，只打了三个农民，可以接受，可以防得漂亮，嗯，在没有下防空的情况下只杀了三个农民，是，这就是老将的操作细节，主要还是狗看到了，狗要没看到的话，嗯，被杀十个，我们就要说年轻选手的操作意识真的是好。嗯，好，补下了 BB， 对，然后开始刷农民，因为知道对方是 VS，嗯，你看这一盘在双开了之后直接双 VR 来补自己的不朽者，对，这一套打法是现在韩国的选手里面 KP 战队的选手最喜欢用的，对， KP 战队的选手呢他们主要是通过，哎呀，这个陷阱非常好，吃波狗，哎，接下来就是画圈啊，一个立场就能全堵上了，这个位置啊，这儿放个立场，然后这儿这儿站俩叉，这儿站俩哨兵，这儿站一追猎，嗯，完美，最近肯定是某款这个东西打多了，你看他要放立场了，哎哎 哎呦，这么格的，哎，还是被钻的，哎呀，万万没想到，立场放歪了，得，这波狗还要在这骚一会儿，你看这神族还得挺配合的，还交大包台，对呀，啊，高地上还得刷兵，哎呀，啊，不能让他进去，还好这边堵上了。另外一边西瓜这边农民也满了，舒舒服服的啊，还是先放蛇塔龙塔，看西瓜这场比赛会不会选择走一套这个飞龙转地刺，哎，又把这个陷阱引了，不错不错不错，哎呀，这个先知啊，嗯，飞龙转地刺这套是最克双 VR 不朽者的，双 VR 不朽只有很短的一个 timing 可以这个打飞龙转地刺，看一下凤凰应该是进来能看到龙塔，其实他只造了一个凤凰，他并没有做控图这个环节，因为现在凤凰其实比重军之心强是强在了他可以对这个第四去进行一定的影响，这点是在重军之心当中没有的，就他不会失业，他是
对，他是被强，相当于。对，他被强了。被贬强了。对，他本来其实就那样，嗯、就杀完人之后就干看着。是，然后这边呢，炭治郎选择了这个走这个提速科技啊，叉子提速。对。那走叉子提速的话呢，这是一个刚正面的套路。那刚正面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啊，这个如果虫族要是反应慢了。被神族一个先手叉子，因为现在冲锋过去的话会有额外加成。哎呀，西瓜遭中啊，西瓜在出刺蛇呀，他是不是有龙塔？他有龙塔呀、啊。那这一波，他这一波碳基是完全没有对空的呀。大家这边还打算利用空投？这个棱镜只要跟得上的话，这波提速差加白加上不朽者，这不打死了吗？哇！现在冲锋差可是有额外加成的、啊。是啊，黄金连一冲就有伤害，所以刺蛇得往里收啊，因为西瓜这边农民补的太多了，75个农民。得往里收，往里收，等肉盾。然后自己的勒克塔其实差不多了，第四塔差不多了。白球提速差这一招，只要你不出飞龙，你就很难挡。碳基还是不敢打，碳基只看到这些，他不知道对手后面是多少蟑螂，万一冲上去了后面20个蟑螂，对吧？这要对自己战术有信心啊！他只是想护一下自己四矿，然后等棱镜。他应该没棱镜吧？棱镜呢？龙塔这边退掉了。棱镜呢？难怪，他没棱镜，当然不敢打。有棱镜，这波就上来了。看一下这个地形，可以吃不少刺蛇。冷静呢？我的天，没冷静，没冷静就没法打呀。他有麻花船，你看碳基他很活跃的在用麻花船协助回城。是，就冷静守家，麻花船出来对抗是吧？你看这样一来压制住前方的话，四矿也是稳住了。这边可以考虑冲一波的。冷静呢？冲上去，哎，不敢冲了。有冷静就敢冲了呀。回城，主要是对手这个。蟑螂也来了啊、嗯！这个刺蛇，你知道，真是冲过去，刺蛇往后一收，对吧？你这所有叉子都得死在这儿。所以棱镜上往上刷八个叉，往上一冲就打死了。哎呀，这还有个落单的白球。没关系，出到白球不朽提速杀这个组合，虫族是不可能能打得过的。你看我下判断是不是很武断？嗯，但确实现在虫族的部队质量并不高。虫族不等一下两攻吗？我们看这个虫族部队能活几秒钟。啊，变大量的 Lurker， 但是这个 Lurker timing 应该有五秒左右。Lurker timing， 哎，就差一步，往前蹭一步，就一步，蹭一下，快！哎呀，没看到，看到的话真的有必要到前面抓一下的。嗯，看一下这个地形，这个地形前排肉队倒得很快，但是毕竟没有凤凰去限制这个 Lurker， 没有东西抬，没有东西抬的话现在暂时不朽还是多，不朽还是多，但是还是得忍啊。他得斩阵型，你还是得慢慢的先。他得斩阵型往上抹，然后往上冲，他还是要冲。看一下，冲上去，但是叉子被 AOE 的很惨。不过没关系，不朽者 hold 住了，一波平推。我们看平推推过去了。战场战场，这还是不朽还是刚猛。对，只要是不朽白球提速差，虫族的部队只要不是空军，都是跟水一样，管你有多少 Lurker。我确实有没有棱镜，有没有棱镜？没有棱镜，这波还是能守啊，虫族。看一下，但是虫族不能刚的，这个不能刚的。你的狗冲上去让白球摸一下，就挂了。啊，棱镜在造了。哎，另外一边，空投 Lurker， 但是操作不过来。是。哎呀！看一下，哎，怎么被分割了？这怎么办？好，不要急，减速力场减一下。还好，猫船还在，那这样还能回城。他棱镜到前线这波就要你命了。这个时候对于西瓜来讲比较难办，因为他之前损失过大量的 Lurker。对，他必须被迫防守。他现在基本上是，其实现在已经没法打了、哎。看一下这两个 Lurker hold 一下场之后 ，hold 一下前线，然后看一下这波狗要不要钻三矿。啊，这还有不朽卡住的，这叫正面顶起，活活顶死了呀。是啊，这已经没救了。这关键是勒克太少，这只有两个勒克，前线有两个，一共就四个。挡这波部队应该要10个勒克，加上把前面放满 BB。是，而且最好还能，对吧？有什么毒爆虫啊这种东西，那稍微配一点。是，不然你打不住的。关键不朽确实太多了。嗯，因为勒克打不朽的话，第一时间不朽盾一旦起来之后，勒克的输出其实相当于是无意义了，打不动。对，你打叉子确实很快。嗯。但是叉子本来就是掩护对手的不朽往前顶，而且叉子是轻甲，你不能很快的清掉的。只要能让叉子提供两轮输出，叉子一旦阵型拉成一条线了之后，勒克很难去做一个完美的输出。我这样也是恭喜碳基啊，终于把比分扳平了啊。对，那像我刚刚所说的，对吧？嗯、这个玄学，星际的玄学啊，马上就要实现了。
对不对？急切剧本按着你走，是这样的呀。是，这个我们要像导演一样，对吧？嗯、慢慢的告诉大家这个事情的发展的经过和结果。对，对然后用现实的。比赛对传递给大家，然后最后呢，观众朋友们，你们不需要记住导演是谁，你们只要记住选手就可以了，男一号和男二号，啊，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对对对，中间有很多大魔王，像什么西瓜呀之类的，是，啊，第三张比赛地图，西瓜果然选择了一张极利于虫族的地图，匹昂台地，黄金矿台地，嗯，那这张地图呢，由于二矿是黄金矿啊，这个富有各种资源，啊、对。啊，对于虫族来说，三矿也是黄金矿。对，对于神族来说就要斟酌一下，到底是开哪个矿。是，所以这张地图虫族往往会在这个农民比较少的情况下就开暴兵。嗯，那这张地图的话，其实还是要为碳基捏一把汗啊。对，这张地图对于虫族太有优势了。是。But， 嗯，经过这个很多职业选手的考量，这张地图神族也有自己一套打法。哦，也是可以针对虫族的，虫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打，真的吗？我们看今天碳基是什么样的打法，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双飞燕？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这种武林禁术都已经重出江湖了，这个不是警察禁术吗？啊，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嗯、这个。最近都在严打，对吧？就跨越栏杆啊之类的都不行。啊、你想到哪去啊？啊，我哪儿都没想啊。好，我想到是什么需要挥刀的东西啊？嗯，好啊，第三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是，虫族在这样地图上就正常运营，对，然后暴兵压你，不让你开三矿就好了，特别好打。嗯。看一下出生点位，在左上角红色的虫族是来自埃及战队的西瓜。嗯，好，那地图的下方蓝颜色的神族选手就是来自于 B Hut 战队的碳基。哎，路口水晶啊，这个路口只要三个建筑就可以完全堵死。水晶直接放门口，很有可能是两兵营直接飘使徒进行压制。确实这张地图还是不敢三开的啊，对，这个虫族要是裸三的话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距离近没有必要，所以这张地图虫族也是以莽为主，对，虫族这张地图是没必要裸三的，收益已经很高了、嗯、对吧，天下没有不贪的虫族，天下没有稳死的虫族，只有贪死的虫族，嗯，绕了一下回来还是开二矿，然后七矿、嗯、那还是比较稳啊，比较稳，对，然后农民一走马上七矿退掉去三开，对，你看这边由于是水晶探路啊，第一时间有看到对手是裸双，所以碳基这边也是选择了裸双，对，然后这张地图呢一般二矿快好的时候拖农民下来第一时间踩二矿的黄金矿，是的，然后这张地图呢主矿跟二矿几乎是同一时间枯竭，所以呢如果这张地图你要是开不出来三矿的话，那可能要比其他地图寿命要慢了，哎，要快，对对对，寿命要短、啊、对，这属于先折三年阳寿啊，透支接下来的精神跟你打、嗯、兵还是很多，对，但是活得短一点，所以得喝肾宝、啊、感觉身体被掏空，嗯，好，那么这边也侦察到对手虫卵已经花掉了，也知道对手狗的数量不会多，这张地图啊头狗我是特别喜欢的，就在这儿，一个是这个点位，一个是这个位置，就房子就在这儿站着 H 住，对，然后你放个十几条狗，然后你就八条狗右肩进来地，就直接地原地就行了，对，然后他就自己投，然后后续的狗再往上进，对，然后家里面产三轮女王就往你脸上一投就完了，就基基斯米达了啊、那有点过分了啊、这招家里面先补满再说，小明那个倾力推荐，是两条狗加农民的话咬这个还是比较快的，嗯，没问题，狗速再提，然后女王再造、啊、看他造不造三女王，应该是要马上造三女王，这张地图要多多铺一点军台、嗯、基地三女王，嗯，一般先四女王的话基地会稍微慢一些，对啊，农民过来确定一下，
好 ，VS， 那这样的话，碳基把主动权交给了重组。是。重组如果是狂补农民，不选择空投，那么这个 VS 的效果就会非常差。是。很有可能挡不住接下来的女王加火蟑螂一波。没错。这张地图的女王加火蟑螂一波的 timing 点会来得很早，因为不需要补太多农民。是。然后陆地的距离 你爬得也很近。嗯。你稍微升几个房子，升个房子移动速度可以直接把这个女王往人家脸上丢，那你就开不出三矿。嗯，但是这张地图呢，像多机场打法也挺多的。对，一出凤凰就一入凤凰门是深似海，没问题，这个房子还是能侦查到。从此地面是路人，嗯，就不要想着地面了，就只有使徒。其实我最近也在观察，就是像。哎呀哎呀哎呀呀、哎、呀呀！自己慌了，连 A 了一下这个。这有个叉子啊。那他为什么这么慌？他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兵吧？对，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下欧美的那个神族选手，就是他们最近一段时间打那个 PVZ 打得比较好的话呢，凤凰确实占便宜占得有点多，他们恨不得这个凤凰全场先杀个2000块钱。就先把自己做凤凰本钱都杀回来。对，等一下，你先出去吃个饭，我先杀你2000块钱，我们再接着打。对，所以他们这个各方面确实做得好。啊、我们看一下 ，BB 造远程一攻，然后呢，侧面这个房子因为是进去侦查了，所以现在也不用防空投，但这不代表神族这边没有视野是正确的呀，你赶紧开呀。打到现在为止，说老实话，西瓜这边已经赚了海了去了。因为凤凰是很难对西瓜的经济造成太多的影响，它可以占战损，但是这样地图不怕你占损。是。现在西瓜农民只比你多几个，但是经济收入要高你差不多30%到40%。因为现在有两个黄金矿嘛，两个黄金矿的话呢，相当于这张地图这个一个黄金矿少补四个农民，两个少补八个。对。那也就是66农民完彩，现在只需要58个农民，那也就是说我允许自己有这个一些农民的被击杀。对，八个农民的战损是没有问题的。对。你看现在才杀四个，那还有四个呢。对，而且这个你在满采的情况下死农民和在还没有满采情况下死农民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是满采了之后死农民，一个农民只值50块钱，可能稍微再多那么一点，60块钱。嗯，但你在不满采的情况下，每个农民还要代表他这个所采集的这个金钱。是。那现在的话，西瓜的农民已经是补到53个了。是。而且在有黄金矿情况下，这个他几期啊已经满采了，等于对四期满采。四期满彩，而且他刚其实我们看一下啊，点个碳基的东西，二本科技已经看到。这波小狗刺蛇顶过去有点难防了，主要是他没有侦查到刺蛇科技。他现在只看到了狗，他蟑螂也没看到。现在西瓜下个毒爆冲潮，这波很有可能打穿，但是只要不下毒爆冲潮，大量刷使徒加上不朽还是有可能挡住的，水晶也够。嗯，水晶也够，还是先开四矿啊。西瓜选择了运营，是这个四矿放出去丢给你看的意思，就是我不想一波打穿你。而西瓜这边我看一下啊，他也没有侦查到对手两 V 啊，他这边也没有第一时间变眼虫进去，他其实还是打得比较默认的。你说这一波真的顶过来，你遭遇到对手是攻速使徒，很危险啊。是，这波重组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毕竟前期的经济还是很好的。好。只要是双 VR 出到四个不朽了，这波就宣告结束了。是，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再加炮台，立场能不能隔到东西？这波感觉不太敢上，不太敢上，没有冲锋。他是有个拐角，哎这个、立场，哎呀，漏风了呀！这个很关键呐、啊。这个风一漏了之后，反而坑了自己。是啊，如果这波能隔到东西，压力小很多。这一波立场也没隔到东西，立场已经全交了。刺蛇开始舞起来了，所有刺蛇都在寻找自己的站位。但是现在还是很虚的，就是刺蛇不知道冲锋什么时候好。嗯，所以他得等肉，肉盾来了，来了，可以上了。是的，刺蛇跳起来。而且这一波神族没有一攻，打狗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是外围水晶已经磨得差不多了。刺蛇在展阵型，提速还没有好，刺蛇开始展阵型舞起来，配合并没有东西去留住刺蛇，现在还在被甩，没有东西留住刺蛇。对，脚速还差很长一段时间，刺蛇死不了。看一下正面，当，哎，又是个小地形，哎，没有炮台了，叉子已经被耗的太多了。跳舞就在你脸上跳舞，你叉子往前我就来跳，凤凰也全倒了，控不住。还得忍啊忍啊，这些叉子不能出来啊，不朽盾交也没办法忍，有五个不朽了，忍，
等冲锋，等接兵。哎，不羞耻，再死了已经。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冲锋好了，配合这波刷兵出门。哎，此时跑了。行行行，好不容易。甭看虫族家里面的科技吧，虫族家里面龙塔科技、乐克科技全有了。对，这可见他其实还是把很多的战损往科技方面有做转化。对，并没有上头。哎，这种局面虫族也怕上头。你要真是经济不好，而且再加上侧面确实没有棱镜去骚扰，经济都是满的。嗯，这边也是少量小拐在偷。哎 ，F 二了吧，估计这神族还是很不好。哎呀，这出来之后空交了一把炮台。哎，不管怎么样，白球拖出来了，人口上面咬的还是比较紧的。如果现在西瓜不去提高自己的部队，他科技有，但是你不去提高自己的部队质量的话，还是很危险啊。他在想要转飞龙了吗？关键是现在叉子有弓啊，叉子有弓啊。你这刺射箭不敢回头了呀？啊，飞龙来了！两个白球掉了。飞龙来了，这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一个白球，哎呀，就一个白球，而且妈妈船还交过大炮台的。是啊，妈妈船刚空交了一把。好，这一波飞龙出来了之后，虫族可以转大龙去了，他可以用勒克来拖大龙。他现在还得等一下资源，干虫巢好像还没有造。飞龙拖住局面，哎、现在神族是没法、这个、拖惨了，这个局面已经没法出门了。这局面拖惨，闪烁刚升的。对，碳基现在要的就是我在防御的过程中把四矿强行开出来。很难啊，因为现在主要是被拖住了，你现在只有这么一波追猎。他防守是没问题的，他现在就是怎么开四矿的问题。四矿，哎呀，这个四矿是个大问题。他现在这个面对对方只有刺蛇加上小狗的话是没有什么大的防守压力。四矿选择开这边，开这边的话、哦、底下的 Lurker 是无敌的。也是，这个比较尴尬、啊。上来先把四矿摁掉、嗯、，Lurker 直接埋在后排，第一时间威胁矿区。这个位置狭小地形，冲不上来。这个地形看一下棱镜能不能带不朽上来，如果能带不朽上来是可以的，投的是不朽立场有没哦，他这波要能立场可以隔一下也好啊，不朽投的位置不太好啊。另外一边飞龙在这边偷经济，哎，乐克还跑了，他刚刚就是不朽他投的是哨兵嘛，投下来之后把这个位置隔住的话、嗯、可能会好一点点，但不管怎么样有四矿开不出来了，毕竟有飞机长在，少量凤凰先 hold 一下吧，碳基的矿采干了呀，是西瓜里面四矿起来了，哎，西瓜的战术选择真的是好啊！小狗刺蛇顶一波，然后迅速转成飞龙。他这一波一个是顶赚了，再有一个就是，确实在那个前面，这个探机也没有很好的侦查到对手的刺蛇龙巢的一个意图。啊，这波乐克现在暂时不敢上。嗯，这不朽者还是刚啊，这纯不朽。看一下飞龙这边又是选择顶了一下水晶。嗯，这后面还得再补水晶。小狗上来往上包。勒克很深入，勒克怎么走的这么靠里面？主要是有狗在，有狗在，他敢往里走，而且不朽盾都交了。哎呦，不朽盾都交了，这波不朽战损太高了，这波不朽战损不能接受了。部队死光了啊！这个战损不能接受，这绝对不能接受了。哦，疼啊！白打了很多东西啊。主要是没有四矿被这么换，他就没钱了。他是啊，飞龙还在这边，飞龙还在这边牵扯呢。你的注意力，你必须操作凤凰去解决飞龙，因为你凤凰打不过飞龙。嗯。下面崩了啊！这个勒克已经出了太多东西了，完了完了完了！另外一边侧面确实还是有棱镜的多线，但是家里面已经崩溃了。现在碳基已经没有钱，GG。那这样恭喜西瓜，恭喜西瓜拿下了自己小组赛的第一胜。是啊，那么。这一胜呢确实很关键啊，因为之前说了西瓜只要赢了碳基他基本上就是冠军了啊，然后碳基的话呢他这个第一轮由于是二比一海参阁啊、嗯、所以他现在一胜一负，那出线的话呢还是要拼好下一个人啊，拼好下一个人才是最关键的，是啊，然后反正最后也是恭喜这个恭喜这个解释和西瓜两位选手。 我今天也是就比赛太精彩了、嗯、到现在有点头皮发麻、啊、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几场比赛都是属于大家 A 的有来有回，是啊，相当精彩。战术就算是落后的一方、嗯、打的也是很顽强。是。好，那么我们预告一下明天在下午的两点钟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 CSGO 的比赛。那么后天呢是下午的两点钟会为大家带来的是星际争霸的第三比赛日的比赛，嗯，啊，届时也是希望广大观众朋友们呢准时收看啊，在这个各大平台的
WCA 的频道。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一下龙珠、乐视体育、虎牙、触手 TV、斗鱼 TV、搜狐体育、火猫 TV、环球互娱、爱奇艺、17173直播、腾讯视频、小米、战旗 TV、华数 PPTV、搜狐视频、乐视游戏、优酷土豆、微鲸电视、玩家赛事、KK 直播、新浪看游戏、全民 TV、网易 CC、CIBN 手机电视的大力支持。那么今天的比赛就在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明天下午见。